们终于吃饱了，而且今天终于被我就是吃到麻辣臭豆腐火锅，我已经想吃麻辣臭豆腐就是超过一个月了，然后现在吃超饱，我应该要吃三碗以上吧。然后等一下要去遛狗散步，就是消化一下，因为现在真的是超级无敌饱。Michael 都瘫在那，像肥宅。觉得冬天就是车子有 seat warmer 是一个必备品，因为真的好冷哦。这是我们最懒的遛狗方式，就是拿网兜打出去，然后让它出去接。但他自己也蛮喜欢玩这个游戏的，而且他很喜欢我们去追他。我现在要来买这三个隐形眼镜，这是我最近找到还蛮好看的，就是小直径隐形眼镜，然后之后买到再来跟你们分享。我都买灰色的，因为我喜欢灰色，然后我觉得就是灰色比较适合我。然后其实我还有要买另外一个牌子，叫做 N365， 然后这是从另外一个网站上买的，因为它比较便宜。然后再来是它有买一送一，然后有另外一个网站也是有买一送一，可是它的价格贵一块美金。对，我买了这四款，等一下要来结账。来逛礼拜天的 Farmers Market， 已经好久没有来逛了，它也是最近才又重新开，可是没什么人，因为就是很空，而且它有限时时间，就是一个人只能逛15分钟。我们刚才逛完 Farmers Market， 然后也带 Bougie 下车走一走，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亚洲超市买东西，就是我们昨天吃火锅的时候有吃到一个很好吃的辣椒酱，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然后也要去帮 Bougie 买他的饲料，因为他饲料快没了。我真的觉得养狗其实也花蛮多钱的，这只狗很会吃。刚刚就是宠物店给的 free sample， 谁？他已经睡了。嗨，哦，good boy。手一直靠在那里，好可爱啊。我们到家了，可是我刚刚就是完全忘记要拍我们去亚洲超市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在亚洲超市买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刚刚去买的辣椒酱，真的很好吃，然后它是蒜蓉口味的，我觉得辣得很刚好。然后我又买了一包冰糖，因为我要再来煮绿豆汤，然后还有买了
这个咖喱块，这个我没有吃过，可是是跟那个佛特蒙一样的牌子，但是这个比较便宜一点，所以我想说就买来试试看。然后还有买的这一个，就是拿来配昨天没有煮完的肉片。然后呢，跟你们推荐一个很好吃的泡面，我觉得它就是很辣，然后酱很浓，味道很刚好的一个泡面，它是咖喱口味，可以买来试试看，假如大家不怕辣的话。然后又买了一罐酱油，因为上次酱油被我就是卤东西然后就用完了。对，现在要来吃晚餐，把昨天的火锅吃完。吃饭配剧，昨天推荐你们的剧。